三是周六，脑壳不用上班，不用兼职，也不用找工作，也不用面试，所以我想给大家出一个我的日常护肤的流程，来教一下最近我学到的一个七次湿敷法，很多韩国女生现在在用的。首先呢，我一般洗完脸之后会用爽肤水，用到的是这个 Skin Base 玫瑰草本系列的爽肤水。然后我化妆棉用到的是这种圆形的化妆棉，我觉得它比方形的化妆棉更薄，然后更省水一些。它这个爽肤水很特别，我就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看到没有，它和平常的那种爽肤水比起来，它更有一种啫喱的质地，又比较滋润，但是呢，湿敷来